经常偷熊猫的朋友都知道，看熊猫容易，偷熊猫难。作为知名猛兽，熊猫常常以一副极具魅惑性的样子，施展着令人难以抵挡的威力。恶龙咆哮，啊呜！就像画面中的这位，这一脚踹下去，给两脚兽们一点小小的震撼。他就是今天的主角，呼呼。左右侍候的狂野外表下，藏着一颗征服世界的野心，还逮了个大哥给他当小弟。俗话说伴君如伴，哦，吃的可真香啊。他的身边危险系数肥高，但偏偏属他最争气。没事，哈哈哈，白忙活了。年仅六个月，技能点拉满，物理攻击，化学攻击，魔法攻击。甚至还会表演柴米油盐酱醋。又走了，他这个时间他只喝牛奶。哦，我的老天奶，真是一只可爱又迷人的小家伙。